他把稻草拧成麻绳缠绕在摩托轮胎上，载着怀孕的妻子走在冰天雪地里1350公里五天四夜，这是他们定下的出行计划。一路上他的摩托车不止罢工过一次，也曾在冰面上摔个人仰马翻。但是他站起来依然面带笑容，只说一句，快到家了。没错，他的目的地就是老家，一年的艰辛只为回家吃上那一口团圆饭。这个男人名叫汪正年，是在广东肇庆工地上打混凝土的农民工。2011年1月24日，汪正年起了个大早，为他的摩托车做最后的检查，今年能否和家人一起过年全都要仰仗着这辆摩托车了。检查完车子后，他穿上了自己的骑行护具，然后带着妻子出了门。为了在路上有个照应，这则汪正年和妻子、哥哥、嫂子三人商量，一起骑摩托车赶回1350公里以外的贵州石阡老家。而之所以放着好好的火车不坐，反而要骑五天四夜的摩托车回家，汪正年也是细细的算了一笔账，回家的车票两人来回就要2000多，而骑摩托车顶多花600，省下的钱就可以给家里买年货。更重要的是，汪正年在工地上一个月最多才赚2000块，骑车回家都快要省下一个月工资了。每说到这里，汪正年都是一身的劲。就这样，他们结伴开上了回家的路，妻子在汪正年身后牢牢地搂着他的腰。然而刚出发没一会儿，汪正年就感觉到背后妻子的手逐渐松开，他赶忙停下车询问背后的妻子，才发现是妻子睡着了。这让汪正年不免有些担心，以后的路还有很长，不知道怀孕的妻子能坚持多长时间。好在妻子缓过了精神，这才让汪正年放心了不少。虽然他与哥哥结伴而行，但是一路上他们因为着急赶路很少有交流，只不过是防止发生意外时无人照应。第一天的路还算是比较顺利，但到了傍晚时，哥哥突然停下了车。他的个头比较高，长时间的骑行姿势压得他胸部肿痛。不过短暂的休息后，他们又上了路，一直到了深夜，他们才找到了一个饭店，在这里跨过一夜，顺便吃上一口热饭。50块钱是这个饭店住宿一晚的价格，虽然条件简陋到只有2张床，但是汪正年已经很满足了。他们取得老板娘的同意，把摩托车停进了饭店内以防丢失，然后吃了饭后陆续进了梦乡。这是他们回家路上的第一天，花了12个小时骑行了400公里，才刚刚达到了全程的零头。第二天天还没亮，汪正年和哥哥就已经起床，因为没有纸质地图也没有导航，所以他们只能在本子上规划好回家的路。他们稍微吃了一点东西对付了早餐，然后就再次骑车与黑夜同行。按照定下的计划，他们这天要进入湖南界内，才有可能按照规划的时间回到老家。为了让解在骑行路上的乏，汪正年在车上安了一个小音箱，一路上都放着节奏轻快的音乐。然而因为没有地图，汪正年在找不到路时经常会走岔路，好在有附近村民的帮助，他们才能一次又一次地走回正路，只不过会浪费一点时间。就这样停停走走，冷了累了，就在路边点上一堆火，抽上一根烟，闲聊几句后继续出发。然而汪正年还没走多远，他就感觉到车子好像走不动了，这才知道轮胎被扎破了。他只能推着摩托车去找最近的修理铺，修理需要1个小时，这让同行几人有些焦急。照这样下去，他们很难在今天赶到湖南，但是没办法，他们只能默默地等待。好不容易修好了轮胎，天却已经黑透了。更让汪正年发愁的是，这时路上还起了大雾，能见度不足10米，让他们的骑行愈加艰难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汪正年的车又一次罢工，无论怎么坐摩托车硬是打不着火。无奈之下，他的哥哥只能拉着他的车前行。就这样缓慢的拖行半小时，他们终于到达了附近的县城。这天想要到达湖南是不可能了，这天他们骑行340公里，花了14个小时。第三天他们和前一天一样起了个大早，希望把前一天落下的路重新给补回来。直到中午他们才刚进入湖南界，但是天气也变得寒冷无比，于是中午他们决定好好休息一下，找了个饭店吃一顿牛肉火锅，这也是他们这几天吃的最好的一次。80块钱的火锅虽然没有几块牛肉，但他们都十分满足。按照计划，明天下午他们就能到达老家。吃了饭后，他们的心情不错，又踏上了旅途。到了下午4点半，道路变得越来越难走，因为天气原因路上还结了冰。尽管他们把车速控制在30码，但是哥哥还是3次摔倒在地，因此为了安全起见，他们只能推着摩托车缓慢前行。1个多小时才走出湖南，进入贵州。家越来越近，但是路却越来越难走。到了晚上，每个人尽管精疲力竭，但还是走了3个小时。期间为了躲避火车，王正军再次摔倒在地，终于到达了县城休息地点。这一天他们花了13个小时，但仅仅走了290公里。第四天他们的目标应该是到石阡老家，但是因为哥哥昨天手上摔了3次跤，被汪正年远远地落在了后面。为了等待哥哥，汪正年在中午把车停在了桥上，趁此时候妻子给他拍打身上的薄霜，还拢起了一堆火进行取暖。这时候从他们身边路过了一辆摩托车，
经询问，他们好几个的目标都是时迁，家越来越近，每个人的心情都很不错。然而当汪正年等到哥哥后走到一个村庄时，却突然看到了棘手的一幕。在那条回家的必经之路上，因为雨雪天气太大，路被封掉了。虽然之前遇到过许多绕路的情况，但这条路实在是太重要了，如果要绕行，那么他们将整整浪费一下午的时间。无奈之下，他们只能在冰面上走，危险就伴随在身边。但即便如此，他们走过这样一段路也得需要很长时间，无论走哪条路，他们今天能到家是不可能的了。就这样，他们第四天的行程结束了。这一天他们骑行355公里，花费了将近11个小时。第五天距离除夕还有4天，但对他们来说已经不能再拖了，这天无论如何都要回到家里。但是雨雪天气加上路面结冰，让最后这段路最为艰难。汪正年的头盔上结了厚厚的冰，速度也不过30迈，即便如此还要偶尔躲避过往的大车。哥哥走在前面摔倒过不止一次，虽然汪正年万分小心，但还是连人带车摔了个人仰马翻。他连忙看后座怀孕的妻子，好在速度很慢，他们都没有受伤。看来想要快速的通过这一段路并不容易，无奈他们找来了稻草，用手搓成绳子，一圈圈的套在轮胎上。但这样的绳子并不能坚持太长时间，可能一个小时就会磨短，所以他们必须用最快的速度通过这一段冰冻路面。一路上他们看到了许多工人，他们往道路上撒盐，就是为了给在外的游子们铺完这一段路。而妻子怕给汪正年增加负担，自己一人走在路上。终于在中午他们走了出去，下来的一段路终于变得坦荡无比。又骑行了60公里后，他们终于看到了那个期盼已久的路牌，中天路桥向10000人民问好。这就意味着他们终于到老家了，几人的心情一下子就变好了，之前遭到的磨难统统忘得一干二净。不过他们并没有着急回家，而是在镇上挑选了一些年货。这虽然只是一些糖一块肉，但黑色袋子里装的都是沉甸甸的家乡情。随着离家越来越近，路上的熟人也越来越多。还没等他们走回家，汪正年就看到母亲孩子已经在村口迎接他们。村民们看到了许久未见的老友，纷纷邀请汪正年去他们家做客。最后还是母亲好不容易才把汪正年抢了回去。他们终于见了面，母亲在家里支起了大锅，家里的男人又把养了一年的猪拉上了桌，烟花爆竹声中，一锅简简单单的涮菜道出了这一路上那么多的不易。但就是再多的艰难，在团圆饭吃进嘴里的那一刻，一切都幻化成了幸福。最后他们一家在一起拍了一张全家福，我们才明白这就是家的分量。如今临近了2024的新年，相信还有许多人还在回家的路上。看了汪正年的漫漫回家路，我们不妨问一下自己，上一年我们过得好吗？下一年我们又该做出怎样的改变？